参谋长，我在执行我军的条例。什么条例？部队驻扎，凡征用民房，百姓不得靠近。严防奸细，这你应该懂啊。奸细？啊？你看他们谁是奸细，哪个像奸细？他们都是被鬼子吓得老百姓。高参谋长，你也太放肆了。李司令的命令就得服从，这里应该他说了算。 我是八路军代表，我有权利阻止你这么干。我看你是太放肆了，来人，给我抓起来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放开！我说放开！你这个人，你一定会跟我们做主的。我说放开！ 干什么？你们听谁的？哎哎，魏团子，冷静哦。李汉桥，老子高兴叫你一声司令。 不高兴你是个啥东西啊！我不在，你还成精了，你还说什么呢？魏团长，李司令也是公事公办的。于大河，有话好好说。你把手给我放开啊！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，放开。 秀华，好好说！大家都冷静。不是，你把放开！魏大河，你要干什么？魏大河，你要干什么？魏大河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不武长，给我滚！爹，把手，把手，大嫂，你把，这太过分了！我跟你说，李汉桥，哎，我说你这个人，别。 别拿枪对着我！我，魏大河，你先冷静冷静。别闹，轻点吧。哎呀，你听我的，走，快走吧。你非得把事闹大了呀？啊，还走吧？走，快走吧，走吧。走，走，滚蛋！撤撤撤，快快快！ 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啊，没事儿。太过分了，竟然对我开枪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李司令，这下看到了吧？狼娃子变成虎娃子了。土匪，他就是个土匪，比土匪还土匪。这件事绝不能就这么过了。对，绝不能。